罗总，听杜钦说你要帮我办庆功宴。你们辛苦了，又拿下一个项目，晚上好好放松一下。谢谢你，也谢谢你帮我争取时间。举手之劳罢了，你是我的员工，维护员工是我应该做的事。那晚上的庆祝你也一起来吧？要不下班再说。你的意思是晚上你会来的是吗？他怎么有点不一样？干杯！干杯！我们两个敬杜总监一杯。这次啊，多亏了杜总，公司才能拿下这么大的项目。以后啊，我们在公司可要横着走了。还是多亏叶子想出的策划案。嗯，对对对，叶子可真是太厉害了。还是多亏杜总监，要不是杜总监运筹帷幄的，咱们早卷铺盖走人了。你们两个一唱一和的，可不要太默契啊。是啊，我们再敬杜总一个。嗯，来，干杯！叶子。不欢迎我？没有，罗总来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在单独敬杜总监一杯，这段时间辛苦你帮我照顾叶，照顾他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是室友了。天哪，你们两个住在一起了？合租而已，还有租客。杜总监，我们去跳舞吧。走吧，丫头。等一下，还走起跳舞。去吧，罗总一起啊。你们玩。罗总，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我没醉。喝成这样了还没醉。叶子，我有事问你。什么事啊？你和杜钦到底什么关系？什么什么关系啊？你们是不是在一起了？罗总，我和杜钦什么关系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叶子，对不起，是我喝多了。花青，这是拍给高继玲吧？罗总，我没生气，也没怪你。罗锦生，我就知道你还对他有意思。我不许你和杜钦在一起。乌雅叶子，你不要脸，你竟然敢勾引我男朋友。不要胡闹，我和叶子只是在聊天而已。聊天？你们都抱到一起了，要不是我进来，你们是不是把这里当自己家了？罗锦盛，你为什么总让我失望？说了我跟他什么都没有。罗总应该是喝多了，叶子只是想送送他而已。杜钦，我是念着我们是大学同学的份上，所以才一直容忍他的。可他倒好，竟然在我眼皮子底下勾引我男朋友。我相信叶子，叶子不是那种人。不是这种人，刚刚要不是我，他们都……高继玲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冷静？是我该冷静还是你该冷静？高总不相信罗总，草木皆兵也是情有可原。你什么意思？好了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，我回家。叶子，你别喝了，我来。杜总监，来继续喝。我还能喝。杜钦，你醉了，我先送你回你房间。叶子，别怕，有我这。我知道，有你在，我不怕。对不起啊，可惜这一次。我的男主不是你。
碎成这样，拍下来，明天给你看。感谢你替公司拿下了一个大客户。谢谢罗总，我以后一定更努力。来叶子，切蛋糕吧。嗯。罗总，我们一起切吧。好。啊！叶子，生日快乐啊！别辜负罗总对员工的一片心意。季玲，我晚上会单独为你过生日的。我就知道，谢谢盛哥哥。叶子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啊。叶子，对不起啊。上次其实是我发视频给高总的，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谢谢你，叶子。我想送你一个礼物，这是我妈妈亲手做的手链，给你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。好特别的手链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这种破东西你都带啊？华清也送了我一条，不过这种垃圾我可看不上。行了，季玲，别耍小性子。盛哥哥，今年过生日你准备了什么惊喜给我呀？说出来不就不惊喜了吗？我就知道盛哥哥你最好了，每年生日都让你费心了。叶子，你放心，一会儿我带你去一个你特别喜欢的地方过生日。嗯，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就去。我帮你拿。盛哥哥，你看他们好般配啊。
杜谦，这里就是你说的给我准备的喜欢的地方。我这不是为了配合你吗？不让你在高继凌面前丢了面子。继凌，是我不好，这段时间让你不开心了。生哥哥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心里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？当然了。不行，我要你亲口说，你爱我，你心里只有我。我爱你，宝贝，不要多想。哇，真好看。谢谢盛哥哥，我好喜欢。真好看。盛哥哥，要不我们生个宝宝吧？嗯。烛光晚餐。谢谢你的烛光晚餐。大小姐过生日，我怎么敢怠慢？来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杜谦，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。嗯。过几天你能不能临时做我的男朋友？申哥哥，你又藏了什么礼物啊？没什么。你还是忘不了他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罗景胜，你别忘了，你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。是，我就是靠着你们高家的钱才有今天。盛哥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么多年了，无论我怎么努力，所有人都说我罗锦盛是因为你们高家才有今天的，是我高攀了。高总，公司闹事。对方是什么人？是高总承包的装修公司跑路了，他们就找到我们公司来了。这次事情是我们的责任，是我们内部审核出现了问题，把装修款打给了不靠谱的装修公司，
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们公司一定会处理好的。我不听你的什么狗屁废话，今天我一定要收到钱。欠债还钱，千金第一，今天必须把钱给我们。还钱！我去干嘛？您最好还是不要去。别打了！我是这家公司的 CEO， 这件事当然我来处理。走走走走，叶子，没事吧？去医院。经过我们专家会诊，病人可能是因为头部撞击导致的轻微脑震荡，所以会有点头疼。叶子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还好了，就是有点晕。医生，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严重，能不能早点出院啊？你不能出院。建议还是留院观察比较好。你就安心养伤，公司的事由我。对啊，你就别让我担心了。杜总，你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这里就交给我了。这样不合适吧，罗总，要不还是你先回去，我留在这儿。我说了我来。可是别可是了，先给叶子换个好点的病房，有利于他养伤。对不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不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今年多大了？28。最近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啊？嗯，没有。生理期几个月没来了？3个月。行，那我给你做个全身检查吧。好，你跟我来。你生病了，多喝点汤啊。光喝汤怎么行？这是我为你准备的营养餐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你这菜太油腻了，叶子吃不了。这是我在米其林餐厅定制的，叶子胃口不好，得吃点有新意的菜。还是得喝汤。你的汤还是留给高总喝吧。罗总，我想尝尝。叶子，公司有点事，我先回去一趟。你好好休息，晚上有惊喜。嗯，好。还在生气呢？我跟高总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想听你跟他的事。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，我跟高总之间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抓我手干嘛？我跟高总真的什么都没有。那天是他出去谈了一个丝袜生意，让我帮忙出主意。他看我的衣领不整齐，然后就说帮我整理整理。我跟他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你也没有给我机会解释啊。下次不准了。哦，我保证。叶子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知道？
祝贺你康复出院。哎，哪有看病人送玫瑰花的？花要在对的时间送给对的人。申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望一下叶子啊，顺便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消息？我怀孕了。恭喜啊，高总，那我就祝你们早生贵子。盛哥哥，还有一件事我想和你商量。怀孕之后我穿婚纱就不好看了，婚礼提前的话恐怕会太仓促，要不就还是延期吧。孩子出生了再结婚岂不是委屈你了？要不我们婚礼就提前吧。想什么呢？从医院回来就什么都没吃。她居然怀孕了。别想了，我帮你吹吹。我还是买点水果去看看她吧，不管我跟她怎么斗，跟孩子都没关系。不能好好喂啊。放心吧，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。叶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带了点水果来看高总。盛哥哥，谢谢你啊，叶子。我有点累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喂，叶子，上次盛哥哥给我挑选的衣服烂你车里了，你能不能帮我送上来一下？高总，衣服我都拿过来了，辛苦了。叶子，我想吃酸的了。哦，好。叶子，我又想吃甜的了。行。叶子，我的礼服你帮我熨一下呗。我看了高继玲那个化验单，名字不是她的，她是不是假怀孕？本君不能剧透。那你帮我调一下医院患者的信息。哎，停！高总，你没事吧？我刚刚有点晕吐，现在没事了。这么严重啊？要不我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啊？用不着你操心，我自己的身体自己心里清楚。哎呦，还是去一趟吧，你这要有什么问题罗总肯定会很伤心的。还是说高总你不敢去啊？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你的化验单，我查过了，上面的人根本就不是你，你没有怀孕。你说罗总要是知道这个消息，他会不会难过？你，这里有200万，够你回老家过一辈子了。天哪，你居然没怀孕啊！乌雅叶子，
怎么使诈呀？我是不会让你破坏我和盛哥哥的感情的，你少白费心机了。啊，好疼啊，救命啊。她不会真怀孕了吧？高总，你还不快去叫救护车。好，救护车，快打电话叫救护车。罗景胜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的家事还轮不到你来管。叶子可不是你的家人，你搞清楚一点，当初是你自己选择抛弃了叶子，跟这个女人搞在了一起。盛哥哥，你也别怪叶子，她不是故意的。我刚刚明明都没有碰到你，是你故意陷害我。让让让让。人家哟，这就是你的孩子。盛哥哥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你的事是假的，高姐，我真是心错了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盛哥哥。那要不要叫我们私人医生来给你好好检查检查？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。盛哥哥，你要去哪儿？别再叫盛哥哥了，高继良，你实在太可怕了。难道你就没有错吗？要不是你跟叶子纠缠不清，我也不会这样。怪我？是我让你假怀孕，是我让你去陷害叶子的吗？盛哥哥，我错了，你别走好不好？高继良，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？那也是被你逼的。你简直无药可救。盛哥哥，你不许走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傻事了，真的，我发誓。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，想把所有都给你，守护在你的身边，为你实现你所有的心愿，无论是什么结果多远的距离，我们彼此的约定不相信。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，想把所有都给你，守护在你的身边，为你实现你所有的心愿。无论是什么结局都没关系，不管多